回，好的，晚一点见。谢谢，再见。哎，菜鸟，不会是紧张了吧？是有一点。训练的时候，你不是都表现得很好吗？想想躺在医院的哥哥嘛，现在需要大笔医疗费用，不是吗？你做成这摊，我分给你的抽成可不少哎。好，我走。记住，抓住这只肥羊，然后把它。谢春怡，啊，上次跟你提到的事，你考虑怎么样？我还是有点不清楚哎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们公司是专业的理赔咨询服务。像你老公这种车祸要申请强制险理赔，要由我们这种专业人士来帮你办理，可以让你省下不少心。再说啊，那些繁琐的程序啊，你要自行申请，真的不容易耶。是这样啊。你这个 case 啊，强制险理赔可能高达500万，我跟你保证。只要找我代办的话，绝对万无一失。而且你自己办的话，绝对谈不到这么高的保险理赔。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手续很麻烦呢，我只跟你收30%手续费，已经很低了。我明白了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想想想躺在医院的哥哥嘛，分娩的抽成。不少啊，于是会，我是为了家人。俊伟，谢谢你，我决定签下这份委托书。跟我说，透过他的特殊门路申请保险理赔会更容易耶，手续费只收30%。什么？我觉得好像很不错，也很方便，只要签下委托书就好。他可以帮我们申请到更高额的保险理赔，你看怎样？妈，绝对不要签那种东西，那些都是骗你的。秀春怡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其实申请强制险的理赔金很简单。啊？我是为了骗你高额的手续费啦。像你的案子啊，只要准备相关证明文件，向保险公司申请就可以，或者是打保险公司0800免付费服务电话咨询。这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自己就可以办理申请保险理赔，申请手续非常的简单，不需要透过任何人。我可以告诉你申请的方式。哎，真对不起。好孩子，我不怪你，谢谢你告诉我的真相。